走，快起床，各位。都几点了？7:20了，赶紧走。快起！啊，你做饭了吗？没有，今天我也起晚了，带你去外面吃吧。吃哪儿吃呢？这没你近的地方。你赶紧，我们去麦当劳吃饭。知道了。好，快点。又露出来的表情。颜色都毛了，不要了。换一个，赶紧。来得及吗，爸爸？7:30，10分钟应该来得及。嗯，赶紧。几点钟要去快啊？嗯，行。妈妈，我们先走了。好了，快点，快去，赶不上了，赶紧。走，快点，赶紧进，赶紧。这是一个板烧麦子，爸爸，咖啡给你啊。嗯，来，我给你把它打开。我都不知道这是个咖啡，早知道我还以为是个豆浆呢。嗯，刚刚阿姨说是咖啡。嗯，那咖啡我喝。哎，等等啊。嗯。可苦的咖啡，这个是要加糖，因为这个很苦，跟药一样。爸爸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奶油球。哦，给你加上。慢一点啊。是奶。嗯。给你加点花。哇，你还会拉花了呀？请喝，让你力量满满。啊，你快吃吧啊，我们来不及了。哎，刚刚肚子上舔一口，小心烫啊！看看我们的早餐，很多菜。嗯。真好吃，哇，好苦啊！这糖都苦啊。嗯，爸爸给。爸爸不吃，你赶紧吃。给，我不吃。给。爸爸不吃。给。嗯，爸爸不吃，你赶紧吃，我们走。嗯，一定要好好上学，知道吗？天天向上。嗯。那不是我到时候要住宿舍吃便宜。你能比得下吗？我比不下，所有人都比不下。那作业都整理好了吗？整理好了。嗯。走，我们把垃圾带走。嗯。走。真好吃呀，下次还来再吃。快点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赶快。昨天下的泥点子，这个全沾了。下雨下的泥点子。好好学习，上课积极配合老师啊。嗯，去吧。一定要加油哦。